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穷屌丝，现在想。冯少是什么身份吗？东都各个实权部门都有他家长辈任职，我得罪得起吗？你们得罪得起吗？哼，惹事之前先仔细想想自己能不能扛得起吗？能惹不能扛，不但给自己招灾祸。
想让你帮我找个人，他正好在东都，而且我不想惊动诗源。就这点事啊，说吧，找谁？邝妹，他在生我的气，电话也打不通。给我10分钟时间。嗯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跟你说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了？哼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自己怀自己生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算我告诉了你，你难道还能给我伺候月子不成？你难道还能把我娶回家吗？你难道敢光明正大的承认老娘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？很为难吧，所以我选择不告诉你啊，免得让你为难。怎么了妹儿，生这么大的气？都告诉你了，我身边全是小狼狗，一个个都比你年轻，还比你帅。哈哈，妹儿，这人是谁呀？我以前的暗恋对象，那时候死追人家，人家看不上我。哼，真是眼瞎啊。是啊，所以我现在不喜欢那些眼瞎的臭男人了，就喜欢你这种有眼光的。楚先生，请问你还有事吗？假如没什么事的话，请不要在这里影响我。哼，自觉一点，不要在这里惹人厌。堂堂一个大老爷爷们，死皮赖脸的有意思吗？哼，看到了吧，心疼姑奶奶的人多的是，为我出头的人也是大把抓。能为你这样的美女效劳是我的荣幸。即便我是个孕妇，你也不在意吗？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想靠近你，单纯是被你的出众吸引，并不代表我就存了什么龌龊心思，更不代表我想跟你发生什么。说得好，看看人家多纯洁多高尚。够了，